大家好啊，欢迎收看我的 channel 啊！今日又想同大家分享一场赛事，系2021年3月16日沙田一班千百米香港金杯。咁呢场系爆冷嘅，咁头马就奥敦马房鲁宾逊嘅，即系星之王。咁沿途喺后面包尾嘅第尾二啊、尾三咁样转弯入直路咧，咁啊成半场喺前面嘅。咁佢喺中档咧，突然间有条康庄大道喺中档打几边就冲上嚟，赢得好轻松啊！赢一又二分一马位，跑第二名就系罗国洲配马辉嘅幸运之星，而第三名亦都系宾康同辉柏龙嘅巴基之星。咁呢場賽事呢亦都可以睇到呢，想當年呢都係啲外籍騎師玩晒嘅。咁啊最叻阿謝展谷就跑第四啦，金位簡炳慈嘅。好，多謝大家收看，拜拜。一開閘嘅時候啦，呢隻中檔嘅全心比較快啲咁多，跟住巴基之星亦都搶咗喺前面啦，最後多少個馬有高湖之星啦，然後就係馬龍船啦。跟住咧，先至有呢只係好成績啊，然後就係電之寶啊，最後多少先至見到有呢只太平福將啊，然後必二勝啊、金威啊，跟住咧就係有呢個係東方不敗啊、安進啊、幸運之星啊，包尾一對馬就係呢個名門進馬同埋星之王咁樣跑咗咧，大約係400米嘅路程，見到全心搶出嚟，且放且留，先有一個馬位，高湖之星進佔第二位，第三位嘅馬咧就係猛龍船，跟住巴基之星，然後就電之寶，最後多少有好成績啊，必二勝，然後就係太平福將。跟住先至幸運之星啊，然後就安進東方不敗，跟住係呢個星之王啊，然後就係金威啊，包尾咧就係名呢個名門進馬嘅，而家跑咗大約係900米咁滯噶啦，見到啲嘢全心仲係佔先有一個零馬位嘅，高湖之星仍然緊守第二位，巴基之星嘅內欄進佔第三位，跟住電子波開始發力啦，過咗只。呢只巴基之星進佔第三位，然後第五位嘅就係馬龍船，跟住必二勝啊，最後多少咧有咗好成績啦，跟住先至有太平福將啊，然後就係呢個幸運之星、東方不敗啊、星之王啊，後面嗰啲嘅馬先有金威啊、名門進馬，包尾變咗係安進啦。將近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見到啊呢個次序冇乜變化，然後全心喺前邊嘅，而家見到咧有呢只高湖之星開始發力，然後電子寶啊，外檔亦都有必二勝啊，喳聲上緊嚟啊，埋嚟都有巴基之星啊，然後太平福將啊未有位出嘅，去到最後300米嘅時候見到啊，仲有呢只 B 二星啊，已經打出嚟，跟住有星之王追一句，然後外檔亦都有幸運之星上緊嚟嘅，電子寶啊，巴基之星啊發緊力嘅，去到最後200米嘅時候見到星之王啊，佔少少啊，可唔可以再贏啊？跟住咧就係呢只啊幸運之星啊，然後就名門進馬巴基之星咁樣過終點啦，第一名就是星之王，第二名就是幸运之星，第三名就是这只巴基之星，还有金威比较接近一点。